紧，你击剑练得怎么样了？啊？击剑。击剑怎么说呢？不说呢。那个射击还行。多少把？没有多少就好。怎么可能？其实我们已经想好那个热搜的名字了。王一锦拖把爆。不可能拖把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射击成绩很好的。你去年不三箭都拖了吗？那个是射箭。今年是射击，不一样的。那你还假粉丝？那你攀岩还攀吗？不攀了，攀不动。那有别的项目没？就射击跟射箭，啊不是，射击跟击剑。那你击剑能拿一块金牌吗？能拿金牌吗？射击或许可以。我们都指望你，就是击剑的时候，然后接那个头盔，那个绝美。然后你要去练一下借头盔怎么比较美。淑玉姐姐好漂亮，姐姐你好漂亮。谢谢